快，十万货急啊！我阿妈啱啱翻嚟，话楼下超市开始有人买西厕纸啊！啲师奶话大陆工厂开始停产，呢几个月可能冇货入香港啦，你仲快啲去买！唔系啊嘛，咁大镬，我而家即刻落去买。唉，死啦，买唔到，屋企冇晒厕纸用添，点算呢？咦，我屋企附近原来有口罩买噶，喂，快啲买先，如果咪又买唔到啊！唉，阿敏啊，你成日都老点我，又话有口罩卖嘅，哇，张图几个月之前噶啦，唔该 fact check 咗先好 send 俾我啦，唉，又要白行一趟。